17号台，裁判员李雨虹，运动员王春成、马维。18号台，裁判员高妮妮，运动员戴雨飞、郭中林。19号台，裁判员肖一奇，运动员陈世深、钱鹏宇。TV 台，裁判员郭强，记录裁判员何秀红、王翘，运动员王云、杨雪峰。现在比赛开始，没有到场的运动员按弃权处理。杨雪峰，你好。双方选手争夺开球选择权，听我口令，预备，3、2、1，开始。王云获得开球选择权。各位观众，您现在观看的是2021广州新启航乔氏杯中式台球大师赛第一阶段 TV 一号台的比赛现场直播。大家晚上好，我是阿苏。本场比赛，两位球员，屏幕左侧着浅色上衣的杨雪峰对阵屏幕右侧大家非常熟悉的王云。比赛采用13局7胜制，80分钟限时，双方轮流冲球。2021年是中式台球大师赛以其前身赛事的15周年，作为中式台球运动的标杆赛事。第一局，过往大师赛多次来到南方城市与南方台球爱好者见面。2010年大师赛温州站，中式台球赛事首次走进电视台演播厅，将国内台球赛事转播提升到一个新阶段。之后，2012年浙江浦江站，2013年江西上饶站，2014年江西南昌站，2015年福建福清站，2016年江西九江站，2017年浙江杭州站，2018年江西修水站，大师赛将不遗余力地推广中式台球在南方的发展。点住就好。王云近期也是在家乡那边有了自己的台球俱乐部，最近一段时间也是很少参加大型的比赛。今天我们看一看王云的状态，起码从这几杆来讲啊，王云这边控制不错，可以登上去，调到两球中间。这杆球可以较直啊，这个叫做弹边库就可以了。第一局，王云胜，比分1-0，开球清台。
王云最近在一两个赛季的乔治杯的比赛当中的成绩并不稳定，排名也是迅速下滑。作为有总决赛亚军头衔以及多次分站赛冠军头衔的王云来讲，从这个第一阶段往上打，确实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呢并不多见。第二局，杨雪峰开球。你看准度非常好。有把握的敲一下一号球。周围的线路啊清一清障碍。应该要走一个长线，四七中间下来，你现在翻带的话，右边中带这边四号球多少有些牵制，没有什么好打，看会不会左边边库右边边库啊，左边中带直接翻，有过啊。第二局，杨雪峰胜，比分1-1，开球清台。虽然说杨雪峰这个翻带很精彩，但是看着确实揪心啊，并不是一条特别明显或者说相对简单的进攻线路。
起码在面对冠军级别的球员的时候啊，杨雪峰这边也是宣示了自己的主权。第三局，王云开球。这般通盘难点还是11号球的处理。这杆球有机会可以调一个11号球的左边袋口，左中还是左上都可以啊。点进6号，自然3号球衔接。这感觉出杆的质量很高啊，主球没有任何的左右旋转。留一点角度，你可以选择从14号球，杆法高的话从14号右侧啊，低的可以从中间穿，选择从中间穿过来。
手感不错。第三局，王允胜，比分2-1。第四局，杨雪峰开球。十号球够单下，这杆十一号可以尝试调14跟13的其中一颗。还想要这个位置，犯规。自由球。稍稍往上一推就可以了。可以拉杆做同带，也可以点进啊，做反向带口。打起来还是很轻松，基本球不掉链。
四局，王宇云胜，比分3-1。谢谢。第五局，王云开球。从青苔难度来讲的话，选单色球更好一些。横向带开，听声音应该是够了。10秒，延时。两个位置啊，就14号的左侧，还是14号的右侧。因为王云是左手啊，这个架杆怎么舒服怎么叫。这个失误不应该啊。
杨雪峰虽然是这个比赛的生面孔啊，但是在 TV 台上整体的发挥来讲，确实让我们眼前一亮。出杆的这个基本动作以及准度确实印象深刻，在这几盘。既然到这儿了，就先叫边顾这一颗吧。看你把难度留到前面还是后面啊？把难度留到后面。白球过开球线，至少。再稳一杆，第五局杨雪峰胜，比分2-3，谢谢。第六局杨雪峰开球，进攻右上方，白球有机会带开九啊，好球。现在我们看五号球右边的花色球右下方底带是有足够的空间可以过，推杆反赛还是停到这个八号球右上方的位置，你也可以选择绕球台，选择绕球台力量有些轻，准啊，一准无难事，
第六局，王宇胜，比分4-2。谢谢。ARP 以一颗匠心，超过30年的经验累积，全世界数百万使用者的反馈数据，懂球，懂力，更懂你。第七局，王云开球。一个我们在高级别的比赛当中能看到的控制型冲球啊，中带有球进，白球停到这个球台中间啊，是一个相对完美的位置。7-8缝隙，就奔着14这边来叫啊，就一杆准度，就解决所有问题。14-12选一颗，哎，今天王云一个右下方一个右上方啊，叫到这个位置，这对于他来讲失误有些莫名其妙啊。轻轻带一下，好球。两次拿分的这个机会啊，王云这边专注度还是要提升。7-8中间能不能够打？
看样子没问题啊。第七局，王允胜，比分5-2。虽然比分领先呀，但是王云在前面的两盘当中的失误啊，确实跟他的这个巅峰状态比起来差得有些多，以及白球到位率上。而杨雪峰这一边通过刚才镜头的一些特写啊，球杆的这个杆头直径啊，可能在9.6-9.5左右，可能平时打斯诺克比较多啊。从他一些教位习惯以及这个准度的稳定性来讲啊，是一个相当第八局就基本杆法成功率很高的一位选手，但是在中式的这个套路上以及前后的这个次序选择上还有提高的空间，但是起码这个小头杆打起来准度这方面可以。刚才这一杆长台突击，实际上单色球也并没有特别好的一个进攻的机会啊。可能段位更高的中式选手刚才可能选择把白球塞到这个左上方啊，花色球的这个贴住布控一下，布局一下。但杨雪峰还是选择了一个突击，但这个结果肯定是赔了。杨这个位置要强行拉杆，跟着10跟15中间缝隙啊，角度可能有些直。正常来讲的话，白球在开球线附近，从14跟11中间横下出来啊，是一个王云的既定线路。犯规。自由球。白球也真是够执着的，两个花色球都没拦住。
这杆球想的有点多，想去一杆解决掉这个右边中袋的难度球。实际上用左上方袋口横向吃两脚上去都可以再去做校位，准确。第八局，王允胜，比分6-2。比赛是13局7胜啊，80分钟限时。第九局，王云开球。王云的冲球胜赛局。奔着四来顶啊，保右边中袋，看看白球残顶库下来啊，控制好流向，
打得有些固化了，这个台球选择了一条最不安全的线路，原来那个角度有把握带一些左侧旋转，从右侧啊，甚至你去调八号球的左上方的带口都远比你要强行的蹬两库过这个一三啊去做这个八号。谈边库再回来，没事儿。往下多一点，有一个向上的自然角度。够用了，王云也是有惊无险啊！本场比赛结束，拿到了本场的这个比赛的胜利，恭喜！那么稍后的今天最后一个时段是晚间的8:50，我们到时再见。